世界管乐年会将要在嘉义市来举行，协会主席等一行人已经来台参访活动的场地，那么也顺道到这个阿里山来品尝高山茶。2011世界管乐年会即将在嘉义市举办一场盛大的音乐飨宴，管乐协会主席李昂布莱等一行人来台参访，当然不能错过台湾的精致文化。这也是打破纪录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有这么多的委员来到台湾，而且来到嘉义市，我们把最好最精致的文化跟他们分享。清南馆品茶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先奉上一杯阿里山高山茶。半发酵的乌龙茶入口清香。接着在悠扬古琴声的伴奏下品尝阿里山红茶，先用盖杯冲泡出醇厚的茶香，就连拿杯子的姿势也要很讲究。And then we shall meet your index finger in the center of the leaf. Okay. Yes. 在专家的指导下，轻轻剥开茶叶，每一口都能喝出古代皇帝的尊贵口感。古代的皇帝就是这样子。在现代管乐登场之前，嘉义市先端出台湾的精致文化跟国际友人分享。民视新闻廖锦雄，嘉义市报道。